中央银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台湾金币新增加一例对美国西多来的确诊个案，一例5/2/5第三年十五日是美国出差，5/5/15又出现发烧、流鼻、咽出，还有有皮膜脉动明显的相关征兆。5/31转来台湾的时节，由主统同机场检疫人员通报，他还有经过采检确诊的。每一站的国内确诊人数每增加到细胞43人，由细胞27人接触隔离。台湾防疫表现同强调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同调运用指挥科技技术来天控制疫情，从天子为地内统，这个措施政府为自家隔离，也是自家检疫人员的行动，来防疫情第三期渡风车快来，也未是由同道国家成为合适的对象。那么政府慢慢继续运用科技来建立空间安全防护网，来守护国人空间。以下疫情卡点嘞，特别是早晨宣布带来重关严重风度解封，随后到海外这个讨论，新北市的安全都会摆上这个同关机来报告解封情形。在疫情期间，外送平台顺利良好，不少不是社传器使用量没增加同多，特别是反驳区表示讲，今年一到新年嘞，自传器部分增加的渐渐的20%。总部有两场要炸，车手飞炸都发动进行生命的旅行，查检同保险都会压榨来出，希望来带通国内许多影响动态的旅游市场。